会有这么大吗？这么大，这么大哦。那到现场的时候已经有明显的火，二楼从二楼处已经有明显的火舌出现。那到现场，我们立即先用圆盘切割机准备破门。那从妖怪车上吐一线，先从外部射水，因为现场有玻璃有稍微爆炸的情势。那我们有先用妖怪车的外面射水。那之后呢，经破门之后，我们从一楼进入，布两条水线进去抢救。那在二楼的后房间处发现一名女子，那患者有意识的稍微模糊，那目前还有呼吸症状，有生命征象情形。那由我们彰化救护车给予氧气治疗之后，立即送往彰化基督教治疗。那我们前往二三楼进行搜索后，在二到三楼的楼梯口发现一名男子，全身已经尸体焦黑。那现场我们立即布线做涉水跟防护跟排烟通缉之后，那现场火势已经顺利的控制，也顺利的扑灭。那男子大概几岁？男子大概年约50岁左右。那女子年约20-21岁左右。那目前烧起来的。基本判断我们还在做，还要请火调科来做研判。那现场我们看到火势是从二楼燃烧出来的，情势比较大。那我们最后的确定燃烧情形，还是要交由鉴识人员去做鉴定。那有波及到三楼、四楼吗？三楼到四楼那边只有烟熏症状的情形，没有燃烧的情形。